嗨，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温室 update 第14个礼拜。OK， 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做了把水大水桶当地搬出去了，所以现在中间已经空了，剩下一个mint薄荷的桶，地上做好了，搬好了东西，现在是过几天我们开始做架子，我们的 wicking 就是珍珠水的菜的架子，这个礼拜就是会做这些东西，因为比较忙一点，做后尾的香茅收割，要重种香茅，比较忙在那些东西。就是这一里是兰花，因为这一里很久没有 update 了，所以这些就是种出的很多新的香茅栽种，这个星期会把它们全部搬去后尾种，这些是新的，之前收的不是这样美，我们来重种过。菜已经长大了，不是很大，因为很热这几天。工程师在做工。同事在割铁，等一下就来装这些各个砍砍尖尖的东西给他，我只是跟住他，他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因为他比较厉害，我们也这样厉害。看这手指哦，原来妈妈以前掌中勾舞是没有错的。OK。终于收完了我的香茅，等下拿去卖看有几多。So， 希望你可以给一个赞给我们，跟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给一个 like 一下。